立秋后，天转凉，早餐就要给孩子吃点热乎的。你就囤上一袋这个紫菜虾皮汤，都够吃上一个秋天的了。你可不要看错了，它可不是普通的汤料包，它是大厨利用多种食材精心配比而成的，浓缩成一小包，很多馄饨店也在用它。关键是做法简单多样，开水一冲就是一碗简单好喝的紫菜虾皮汤，也可以搭配馄饨饺子面条，都特别的汤鲜味美。每次做连汤都要喝光光，自从上次我在家做了一碗清汤面以后，家人都不出去买早餐了，说我做的连汤都好好喝。老公上班，孩子上学，早餐准备一碗清汤面，既简单又有营养，早起五分钟就能搞定。关键是大小朋友都爱吃。其实煮面条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汤的搭配。就是这个专门为我这种懒人准备的紫菜虾皮汤，一包有60包，能承包我家几个月的早餐。里面都是搭配好的食材，紫菜虾皮葱花味道都调好了，它不仅可以用来煮面条，还可以用来搭配馄饨和包蛋，都很好吃。只要有了它，在家2分钟就能搞定一份营养早餐，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了。